我是小可乐，今天呢给大家录制一个聪明的员工，喜欢的哥哥帮忙点点爱心哦，谢谢。我也纳闷了哈，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，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，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，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？不单单是这样，我告诉你，开会是讲究技巧，领导一发言，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，我马上给一个。嗯，领导就想了，怎么的？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？等他全说完了，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，马上就跟一个，啊！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，而且大彻大悟，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，啊！听君一席话，颠覆人生观呐！